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 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 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2021年夏季读经班的诸位学员，大家好。我们在上两讲，就是6月11号菩提长老的专题讲座，就巴利注释的重要性。6月18号，我就跟大家大概介绍过这个牧师，还有菩提长老的前缘，无因长老尼的出版序，博慧老师的综艺序，还有反例，还有说语表。好，这些之后，今天我们6月25号开始正式进入导论，给大家所预习的范围是第二页到20页。20页的就是17到20页这个部分呢，我就看时间是否充裕。今天的重点会放在这个地方，就是一切漏经及一切漏经注的概说，还有就注释文献的由来。注释文献的特色就是语汇释义、义理阐发，还提供背景、缘起及故事，这是我们今天这个的重点。我们在上一讲中提到，菩提长老在他的前缘中有提到，这个四季就是不同派别的传承汇意在一起。其实在早期的印度大陆佛教，在阿育王时期，这个佛教啊，从印度，就是特别在阿凡提、阿凡提这个地方，是分别说部的大本营，从这个地方的佛教往南传到斯里兰卡之后啊，可以说印度大陆啊，有所谓18到20部派啊，对这个离开印度大陆到了锡兰和斯里兰卡之后的佛教，在早期啊可以说是陌生的，几乎也没有什么互动。所以我们今天在探究初期阿育王之后的几百年呢、印度大陆佛教在文献中有留下提到锡兰，就赤铜碟部的资料并不多，我们可以说他们之间互动资料不多。那过了一段时间，在后续有提到，所以我们今天开始会进入到这个巴利佛教文献。这个佛教体系呢，自称为分别说部 Vipajja Vadi。Vadi 呢，就是说法、主张、说，所以分别说。它是在主要在印度西南，所以西这个是东。佛陀弘化一辈子，主要是在东，稍微北一点哈，倾向于东，稍微有一点往北啊，所以是东北或者东。那西的呢，阿盘提就是阿凡提这个地方，就是分别说部的大本营。说一切有部，萨瓦斯蒂瓦的，巴利文是萨巴蒂瓦的，就是在甘达拉这一边。这个佛教影响北传跟藏传佛教非常非常的深远。那这个体系呢，是分别说部。所以佛陀在世时候啊，乌加伊尼，乌加尼呢就是优禅尼哈、乌迟延那、乌加亚尼或者乌加尼啊，就是阿盘提的首都和佛陀时代。为什么今天要先谈一谈这个呢？因为这个体系在过去汉传佛教和北传佛教乃至藏传佛教对于今天所谓的分别说部，或者更精细的说，现在名词叫做巴利佛教或者南传佛教，是非常非常陌生的。包括过去印度大陆啊，古印度大陆有各个的部派啊，他们所称的分别说部并不一定是传自斯里兰卡或者狮子国，就是锡兰这个之后的学派，这个部派，而他们
特别例如大毗婆沙论等等所提到的分别说者分别说不，还是指印度原来这个地方阿凡提这个地方的代表。这个概念呢，我今天会稍微配合这个地图这样一个说明，因为后面特别我们讲到这个分别说不，特别在进入到文献的时候，我会再引一些出处来跟大家再做细节的说明。今天大家先建立一个简单的概念，就是从阿凡提传到斯里兰卡之后，印度大陆所认识的分别说不，跟今天我们在清净道论注释书我们即将就会谈到这个自称自己分别说不，可以说它是有关系。如果你说这是爸爸传到斯里兰卡这是儿子的话，那印度大陆早期所认识的分别说不是爸爸不是儿子啊，再给大家这样譬喻可能好懂一点。当然祖父那就是在恒河中下游两岸的佛陀了，佛教呢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往北往西，还有呢马杜拉后来这个大众部，所以说一切有部跟分别说部在早期都会自称自己是上座部，这个也是有根源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从上座部分出来的，所以呢最早期有上座部跟大众部，那还有后来有这个都子部啊，说一切有部分别说部，就变成了从两个上座部大众部到变四个主要的派别，就是说一切有部分别说不大众不还有一个都子不。好，今天我们只稍微这样先提到这一点就好，后续我们会再讲解的。我们今天因为要讲到这个文献呢，我就跟大家说，今天我们谈到一切漏经呢、可以说是从印度带到这个斯里兰卡狮子国，一切漏经住的完成是在斯里兰卡狮子国啊，这个大家要记得，中间距离了900年啊，所以可以说从印度带到斯里兰卡的一切漏经呢，就是今天编在中部第二经的这部经呢，是属于分别说不传承。为什么呢？因为它从印度带来呢，不是从犍陀罗国甘达拉这地方带到印度。我想大家看到地理环境是距离很遥远，就是从印度的西北角带到一个南角，从北到南是距离很远的哈。他所持有的大家记得就是第一次结集跟第二次结集，目前公认部派还没有分化各个小部派之前，大家所共尊的基本上是第一跟第二次结集，主要就是四个阿伽玛四阿含，就是巴利佛教成四部的完成。所以可以说大致上大家比较肯定是，虽然印度有很多派别，但是大家都有共同共尊的传承，就是四部尼卡雅或者四阿含。早期名称在注释书你可以看到，其实还是称阿伽玛。巴利佛教很特别，把四个阿含叫做四部啊，四个尼卡雅。不过你从巴利注释里面，还有在尼卡雅里面会看到，经典还是被称为阿伽玛，就传来的圣典。那第一次、第二次结集之后呢，才有所谓部派很明显的分化。可以说，所以在分化之前各有四部尼卡雅。那今天我们说这一切漏经从哪里来，是从阿凡提这个地方，从马辛的尊者把它带到斯里兰卡，所以他带的版本一开始就要注意了，他的版本就是分别所布的爸爸的这个版本。爸爸这边版本是可以说从第一第二次结集的祖父那边过来，然后到了斯里兰卡叫孙子啊、他不是从他另外一个伯父或者是他的叔叔那边传过来啊，这些呢从其他部派可以说是父亲辈的兄弟。所以呢今天菩提长老就提到，这个四季不同学派的会议碰在一起，其实就是说一切有部的传承影响了中国佛教西藏佛教。当然到了中国也有中国的发展，到了西藏有西藏发展，
到了一样的，从阿凡提到了斯里兰卡，有斯里兰卡的发展；到了缅甸、泰国，就有融合缅甸、泰国的发展。然后这一方面呢，是毋庸置疑的。比如说到用斯里兰卡语、用泰语、用缅甸语、弘法，乃至用书写文字等等，这是必然的。到了每个地方都会用它的语言，还有它的表达方式，多少会有一些融合。那我们今天提到这个版本呢，一切漏经呢，这个经本身呢，是从阿凡提的分别说部的版本。如果你去对照犍陀罗版本啊，说一切有部的版本的一切漏经，你会发现它有相当多相似处啊。这方面用这个说一切有部，据说现在汉传的中阿含经比较倾向于目前学者认可的，就是它是属于说一切有部的传本。那如果是说一切有部传本，它使用的不一定是梵语，它使用的就是犍陀罗国语，就 Gandhari 啊，这个 language 就属于 Gandhari， 不属于梵文。因为现在犍陀罗语的一些语本有一些出现，比如说像一些法句经啊，还有一些其零零散散的产卷啊，他们用的不一定是梵语啊。好，那阿凡提这边用的是什么语言呢？啊，值得参考考虑的就是，目前这个语言呢，阿凡提这个地方，特别是三起，那这个地方的语言呢，其实就是在学者上比较肯定的，就是今天所称的巴利语。好，那巴利语跟这个摩揭陀国有没有关系呢？你从地理上看是有一点距离的哈。从地图上看，可能你一个手掌都画上去了，但实际上啊，如果你去过印度朝圣，你就知道，单单在这个印度这个地方绕啊，你就发现了、啊。当年我到印度去，我记得我走了大概有整十个点哈，每一个点的距离啊都是披星戴月的啊，都赶路程，最短的路程呢就是8个小时啊，从出发点到目的地都要8个小时，最长的10多个小时，单单恒河在这范围走都要8个小时、10个小时，更何况这个距离呢，从这样来推断呢、啊、要几十个小时。可能要20-30个小时哈，当然印度路可能不一定是高速公路，当时哈更艰难。所以佛教的传播啊，发展到几乎是在北中南，南呢靠近斯里兰卡，就是印度大陆南端这边，其实阿育王的势力并没有到那边哈。好，我们今天谈到版本的问题呢，大家就要注意，这部经是属于这个体系的。那今天能够把甘达拉的中阿含跟说一切有部跟分别说部的一切漏经乃至中部经对中阿含的完整的比较全面啊，不能说完整，全面性的对照，目前我看到这工程做的最好的就是 Anaroyo Bhikkhu 啊， Bhikkhu Anaroyo 就是在德国的无着比丘啊，他这版本比较做的非常好。那即将在台湾应该即将会出版的新译蔡其林老师的这个中部经152经已经翻译完了，目前应该进入到最后的校订。他这方面又建立在阿那拉有基础上引述了更多包括婆沙、瑜伽、汉译的一些文献的对照。这方面呢，在汉语系用华文了解有部版本跟巴利版本呢，又产生一个新的会议哈，这个可以先跟大家做一个很好的一个预告。好，这个会议呢，不同的学派的会议，我们的会议不在印度，我们换了一个场地，换了一个平台，在世界上会议，已经不守在一个印度一个小地方了。而且印度这些学派几乎已经荡然无存，现在重新复兴佛教，那已经不是当年的一个画面了。好，好，注呢，刚才已经提到一切漏经注的时候啊，这个注呢，它是布达哥沙在大师派所编撰的哈，所以他所编辑的，一般我们会用说他编，因为不一定是他写他创作哈。因为它很多是引述然后编辑啊，所以这两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标题，一切漏经还有一切漏经注的概说。
那我刚才是跟大家介绍了，就是一个历史的渊源，好，地理环境，还有它的师承。好，今天我们谈到，既然是分别说部的一切漏经，那在大师派完成一切漏经注，可以说是一脉相承，都还是属于分别说部的。所以这样的关系呢，就跟大家说了。今天我们学习这一切漏经跟一切漏经注啊，在这本书中，博慧老师的编辑，但菩提长老的指导下的完成呢，是功德无量啊。因为在透过这本书的学习，它指导我们如何精确地解读经典，以及如何精确地解读注释书。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鼓励大家好好的注意一些细节，因为这堂课我这么用吧，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就非常重要。因为它带领我们呢，在鸟瞰整个大法宝藏啊。那他不单只指导精确地教导我们去解读经典，解读注释书，而且还有一个重要呢，这种教导的持教者跟持证者还是活着的一个传承。他不像说一切有部留下很多文献非常丰富，当然我们是可以做对照，但说一切有部这个传承啊，可以说他有很多修法止观的部分呢、啊，是不容易找到活的传承，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差别。这个也是当年为什么我会选择巴利语系呢，令我感动令我珍惜的地方，主要是在地方。当然我们要知道它就是一个分别说部，它也是当时四大教派里面的其中一个教派，而且这个教派呢，是我们印度大陆对它认识早就已经不太认识它，就如同一个遗失多年的小孩找回来。所以我们今天站在以华文系佛教认识他的时候，有一些名相，像博慧老师在翻译的时候都会面对一些新的措辞用词，包括菩提长老都会面对这个问题哈。因为我们汉传不能完全只参考玄奘大师跟鸠摩罗什的翻译，或者包括其他古德的翻译，因为注释书的名相它本身就跟说一切有部本质上就有些不同。所以今天的课非常重要哈，那我因为这个内容重要，我会慢慢讲，细细讲，希望有助于大家的细嚼慢吞好消化哈。那希望学员啊，如果你是自己自修在学习听课的话呢，你不妨多思维今天开始要讲到的这个碰触到的内容，多思维啊，多探究。那至于一些已经有成立或者参与读书会在各地的学员，不妨多拈出来讨论、追踪、探索，因为这个内容太重要了。好，今天我们的范围就从这里开始。一切漏经 Sabba 就一切， Asawa 我们翻成漏， Sutta 就经，所以 Sabba Asawa Sabba Asawa Sutta 就一切漏经。那一切漏经注呢，后面会加一个瓦南那，瓦南那呢就放在注释。这个注释呢是针对这部经这个篇章这部经的注解书啊。如果是指整个长部、中部、相应部、真知部整部的注释书，我们称它阿德嘎特。阿德嘎特我们称译注，翻成译注或者注。但是针对这部经的注解就是瓦南那，这个大家稍微可以认识这个字啊。好，一切漏经呢，就是南传上座部巴利藏中部玛吉玛尼卡亚，就是第二经。那对应呢，就是汉译的有三部，一个呢就在东汉时代，就是安世高所翻译一切柳色手音啊，一切柳就一切漏，这里注意还多个色手，这很有可能说一切有部版本啊，它不只是一切漏或者漏尽，它有可能古本中有防守手色。为什么我们可以知道呢？因为虽然说汉译里面有三部，这算比较完整的，就是安世高翻译一切柳色受音经，
还有呢，Sangadeva 翻译的《中阿含第十经》的《漏尽经》啊，这个可以对照啊，《中阿含》对这个《中部经》，还有增益阿含四十的七日品的第六经叫《净诸漏法经》，这三部算比较完整。所以却有不着传本呢、啊，很有可能安世高跟僧伽提婆翻译的是比较，可以说是有部的版本。那这增益阿含呢，一般学者说它是属于大众部的传本啊，这个大家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对照。所以菩提长老说，这四经碰在一起，不只是文化的交流，道场的出家人跟居士之间交流，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会命法身会命的经律论中的交流的会议啊。那以上四经的内容大同小异啊，言简意赅。所谓的言简意赅，就是呢，可以说经典呢的用词语言是非常的简练，但是意思非常的完整哈，都记载了佛陀教导弟子如何修行的完整过程。好，可以跟大家说呢，其实一切漏经啊，如果你通达四念住的大念住经或念住经，非常可以扣紧。我在后面我想如果有时间我跟大家分享他们的关系，因为波慧老师在这本著作中已经点出了这个地方啊，那我会跟大家再汇通过去啊，这地方就跟实修有很大关系。所以一切漏经注好好的理解，它就是一个完整的修行过程。结构上呢，一切漏经是以知见、如理作意和非理作意，尤尼索玛纳西卡勒跟阿尤尼索玛纳西卡勒，这个如理作意跟非理作意应该是延续唐代玄奘大师的意词。所以一切漏经呢是以知见啊，有知有见，这个如理作意和非理作意作为开始，然后它有七种方式来断除诸漏。波慧老师翻译体见呢，就是看见见啊，反护受用安忍回避处权休息，这七个就是修行方式，最终到达切断可爱解除皆福成漏尽阿罗汉啊，有诸苦解脱而证得解脱道的最高目标啊。所以这部经真的是言简意赅啊，它非常的简练，但是重点都把它铺陈出来，就有像这个念住经和大念住经一样。我们会专有一天呢，是专讲这个经，还有注释书后续会分好几讲来跟大家啊慢慢的剖析，现在只是概说。好，一切漏经注，就一切漏经的注释呢，就是它就是这部经的注释书，然后呢编辑在中部注释书的这个帕潘加苏达尼啊，这一番人破除以障啊，在编在这部中部的注释书里面，它中部呢是八力藏的五部之一，五部就长部、中部、相应部、真知部跟小部啊，我们称它为五部，或者音译为五个尼可也啊，尼可也、尼卡雅、尼卡雅，那尼卡雅的可翻成部或者部类，所以五部呢各自有自己的注释书。再注意了，你看每一部有注释书啊，所以五部注释书这个名称就是阿特嘎特，阿特嘎特就是注释书或者什么译注，它里面就包括了数十经、数百经、数千经啊。每一经呢，逐字逐句的单篇注释就叫做哇哪呢哇哪呢啊，就单篇注释。啊，反正单篇注释就好解了哈。注释书叫阿特嘎德，单篇注释叫做瓦南呢，所以形成了这卷册浩繁、篇幅庞大的注释文献的一部分。所以我感动呢，也是策动我当年啊想发愿啊深入这个巴利文献呢，吸引我的最主要是它对经的完整性。那未来对照有部于且的方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就解读的一个部分。他说注释书啊包括了数十、数百、数千经，每一经的逐字逐句。那这篇我放上波浪号的原因呢，希望大家不要误解。误解什么呢？
以为阿德嘎德的每一个弯拿那丹田注释，对于每一部经都真的是逐字逐句。比如说，如是我闻，如 evam ne sutam evam 是什么？你以为每一部经开始都要解读如是我闻，乃至意识，然后佛啊在啊哪里什么什么，这个主人在哪里，地点在哪里，时间在哪里的逐字逐句。我想博慧老师这边是说，单篇里面对一些关键的字，特别在注释书里面呢，通常第一经啊会比较详细的注释，之后有重复的时候，都多数都会略掉。比如说这部经有1000个字，那每一个字都注释，不是这个意思，是说他们会取一些重点重要的，比较完整会在前面第一部经，后面多数会列，但是只要前面没讲过的他就会提出，纵使讲过他觉得重要，他可能稍微提，他会说在哪里讲过。特别说如果大家对注释书有兴趣的人，我也鼓励不妨先看清净道论 Visuddhimagga， 因为注释书瓦拉那里面常常提到 Visuddhimagga， 他说这些细说我不说了，请大家看清净道论、这个就常出现的一个现象。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注释文献的由来。我们知道佛陀说法，你都要思考一件事情，我们当然可以思考，请问经典的由来又怎么来呢？一切漏经又怎么来呢？对不对？当然这里没有再谈了，这直接就谈注释文献的由来。我们要知道，经是佛陀弘化45年，随机随众随因缘而说法。他说法的时候，旁边并没有一个 MP3 录音机，并没有拿一支笔拿一支张纸做记录或者拍摄录影，而是佛陀入灭后之后第一次结集，再经过第二次结集，弟子们追忆当时佛陀说法的内容，透过人为的，记得它是人为的编辑整理。当然第一次结集是非常可靠的，如果我们说文献中记载他们500位是阿罗汉，那我们可以肯定了，因为这些佛陀刚入灭3个月没多久，说他是500阿罗汉可以肯定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如果注释书中也恭维说他们都是阿罗汉，包括婆沙论也说他是500阿罗汉所结集，这个可能就会不一定为佛教界的学者说那么肯定了、这可能是基于一种恭敬、的一种赞叹。那第一次结集是500阿罗汉，那第二次结集就成为700结集，所以像这种结集呢就是人为性的，但是呢第一次结集的可靠性很高，都是因为500位都是阿罗汉。但是我们知道佛陀亲自所度化乃至早期的大弟子所度化成就阿罗汉呢不止500位，5000位5万位都可能有，但是他这些都没有参与结集。我们知道第一次结集有所谓500阿罗汉，但是有很多阿罗汉并没有参与第一次结集，但并不表示他所传承的听闻的跟实修的经验是错误、不一定是这样理解、所以我们可以说呢，这个结集是经过人为的，这500阿罗汉还活着，当时还是人，这不就是人为吗、但是这人为传送到第二第三次结集，就进入部派个别结集之后呢，就开始这些经典本身会多多少少带有自己部派的传送，增加脱落是在于难免的。今天如果你是个巴利佛教的研究者，当然巴利经典里面都可以看得出一些脱落，甚至对照一些特别像中部经长部经这些篇幅比较长的，你都可以看得到一些顺序上都还是有一些脱落，包括西南版泰国版缅甸版的字里面都有一些错字。今天我们可以说最少错字应该就是第六次结集的缅甸版的这个第六次结集是错字最少，但是我还是发现有不少错字，有些错字根本就没有这个字存在，包括缅甸版的都会有。这时候你需要走出来对照泰国版西兰版，这样对照呢就很需要，你会发现它还是有错字，
西兰版的错字早期像 PDS 版的错字的很多啊，这个比较版本之下它算是最多的一个错字。所以呢这些都是人为，大家要理解啊，今天我们看到读到都要感恩这个两千多年来这些过去的古德他们结集之后背诵一代一代的传下来。一直到巴利圣典真的是在历史上记载有文字记录，在之前都背诵有文字记录，其实是西元前而已，西元前几十年，所以可以说中间有接近500年，就400多将近500年呢是靠背诵。这背诵呢就要注意了，这个老师可能这个传承只背相应部，另外一个老师可能只背中部，另外只背场部，另外只背针织部。为什么我们可以知道呢？在注释书里面就告诉我们，他们这些背诵师啊，是称相应部师、中部师，他们不一定背完四部啊，没像我们今天这么伟大啊，四部都受持。当年靠背诵真的不容易背起来。那背诵的老师不可能单纯只有背诵，他一定要附带解读、解说。所以在附带解读解说的时候，在传承一代又一代传了四五百年，难免不能保证会脱落，或把注释的定义附加进去，认为这是佛陀自我解说，或者弟子帮忙解说，或者这个定义会加到后面去。那在我们进入到这本书后面就会提到，在汉译的阿含经中就会也出现。那同样的，今天在斯里兰卡包括缅甸、泰国有不少的巴利学者，也包括欧美，包括菩提长老啊，包括阿那拉尤比丘，他们在对照之后都发现，其实讲中部经、长部经啊这些内容，对照于说一切有部啊犍陀罗语的版本来看的话，可能也不免有一些增删之处啊。这个以后我有机会我会引出一些比较具体的出处给大家看。经典有它的由来，注释也当然有它的由来咯，它当然也是人为的啊。啊，这些呢卷是浩繁篇幅庞大的注释文献是从何而来呢？来，先抛出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看博慧老师后面的导论的解说，你想它从哪里来呢？从天上掉下来，从地上涌出来吗？当然不是这样的神话，它是人类的佛教的文明史，它是一个文化史，当然文化是有堆砌跟传承的啊。所以除了小部的注释书之外呢，其他四部的注释书啊都是出自觉音布达哥萨的编译。哎，这里用了个编译啊，这为什么用编译呢？哎，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用词哈，它的确是它编辑。那还有呢，它从斯里兰卡的古语翻回到巴利语，所以是翻译，有编有译哈。就好像博慧老师的这一本《一切漏经注》，它是翻成译注，译注是翻译跟撰注哈。那觉音的四部啊，我们现在称了编译。那关于觉音的生平啊，有很多说法。根据公元13世纪西兰史书啊，就大史马哈汪萨的序跟跋中啊，就提到呢，觉音是出生在中印度的婆罗门的家庭。婆罗门在四阶级中是最高阶位的，即使像佛陀的一些大弟子啊，有一些就是婆罗门。佛陀本身是刹帝利，是皇族，那他本身呢是精通吠陀，擅长辩论，这是其中一个出处。如果要了解觉音的生平历史，这第一个可以从西兰的大什马哈王山里面的序跟跋中看到。另外缅甸还有一个传统的说法呢，他是大通的人啊，是缅甸人，不过有些学者认为呢，由于印度方面未有什么呢片语之字记载啊，没有一个片语之字记载提到布达哥萨是缅甸人，因此推论呢，这个说法可能只是另一位同名的人叫布达哥萨。那根据近代学者的考证啊，近代学者考证呢，这考证当然也是有他们的根据啊，多分根据加上一些讨论啊，一些推论。
所以你就看这个学者到底是一分根据九分推论，还是九分根据一分推论，还是五分根据五分推论，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出他的功力啊，他的证明的力道强不强。那认为呢，他是生于南印度，但是他后来前往中印度，在上座部那个僧团中出家。总之，公认的看法，布达哥萨是五世纪人。然后呢，他是在五世纪印西兰呢，大名马哈纳玛，叫大名这个皇啊，这个时代。马哈纳玛佛陀时代一个在家居士也叫马哈纳玛，就是摩诃南呢、啊，同名啊，但不同一个人呢、啊。在他由南印度抵达西兰，他住在哪里呢？住在这个地方就非常有名了，阿努拉德普勒。阿努拉德普勒，就我们翻的阿努罗陀普勒。阿努拉德普勒，他是什么呢？这里面有个寺院叫马哈维哈勒，马哈维哈勒就是大寺。这个就是其实是阿育王的儿子从阿凡迪把佛教带到斯里兰卡这个地方建立的一个寺院。就是在地方就是阿努拉德普勒的瓦哈维哈拉，就是大寺。然后呢，他跟随呢桑嘎帕拉，就是僧户呢长老座下呢研读巴利三藏，以及学习这个僧伽罗语古著书。僧伽罗语就是斯里兰岛上使用的语言。然后之后呢，觉英呢用巴利语来撰述写的这个《清净道论》。那他写《清净道论》这个因缘，当然有一点神话传说啊。当时大师派的长老们不确定他的思想是不是正确哈、啊，就请他写一部著作给他们看。结果写了一本之后啊，这个天人呢、啊，天神就把他拿走了。就说那你再写第二本，他写了第二本又被天神拿走了。当他再写第三本的时候，天神把前两本送下来，那再对照三本居然写的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就有点可能是 copy。 当然大家知道这只是个传说哈、啊，传说中就记载呢，可能传说中有点事实的，就是大师派长老要确定他的知见，那可以说是觉英的第一本著作。所以为什么后来的注释书四部注释里面常常会提到密苏迪马格，我没有去统计，如果用现在的电脑检索，我相信不少于几十笔，因为常常看到、啊、提到。好，包括律藏的注释，也为律藏呢写注释、啊、还有四部经做注释。这个就是布达哥萨真正在大师派的贡献，被公认的，大家比较没有异议的，没有争论的，就是《清净道论》、《律藏注释》还有四部注。对《律藏注释》呢，现在传统上呢，《律藏注释》还有《巴提穆卡注释》。至于《巴提穆卡》就是婆罗提木叉的注释呢，现在的巴利学者也认为应该不是出自觉英的手笔，但是律藏的注释是。所以呢，就要注意律藏有两部啊，比较被肯定的，其实是另外一部，就是上一堂课我跟标举给大家看的，就是 Samanta Basadika， 就这个早期翻普端言，翻得很好听的名字，很庄严，就是普遍的、完全的、端正的这个普端言 Samanta Basadika， 比较被承认是觉英所编辑的。另外一个对比丘的帕提穆卡那个呢，在传说上也说是觉英，不过巴利学者目前比较倾向不认为是，同名或者附上他的名字。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流传觉英的注释。但是我们要注意，觉英之后一百多年后，有一位有名的人，就是叫做达玛帕拉法护，他对觉英的注释又写了注释，就是我们后来称他为这个叫书啊，我们叫注书抄。所以法护呢写了一些 Tika 来注解觉英的相应部等等四部注，再写注释书。但是他也对长老礼记小部里面也写注释书，所以我们可以说注释多数是觉英为主干，但是不能说所有注释译注都是出自觉英，因为法护也写了长老及长老礼记的注释，
当然，一般人会把法护定义为附注师，是因为他对《清净道论》对四部都写了庞大的 Tika， 所以一般人会定位他在这里。但是觉音呢，就定义为译注师。不过这个说法是一个初步学习巴利文献好记的方式，它里面啊还是有些细节的不同。然而呢，这些注释书啊，并非啊觉音一人成以五世纪的新作，它是崛起大四派中大四中保存了古僧伽罗文的三藏注释，那将它转译成巴利语。不过它也不是逐字的翻译这个僧伽罗古注，而是汇集的多本古注。哎呀，他真有福报，还可以看到这么多本啊！我们现在只看到觉音的注释，对不对？很值得我们引申思考的。这个当然巴利学者也在讨论的，就是觉音当时汇集这么多本古注，当觉音完成他的四部注还有律藏的注之后，请问这些古注去了哪儿？这些古注去了哪里？就好像在研究中国佛教人，常常我们在佛学院都会听到被问起一个问题，鸠摩罗什把这么多藏史丘之国带来的经论，特别是论点，翻译成中文之后，那些古本，那个是胡本，手持胡本，手持的这个丘之国语的这些胡本去了哪儿？还有玄奘大师从印度带了这么多梵本回来，这些梵本在玄奘大师翻译之后，可能有些没翻完，说不定，因为他翻60多岁就舍报了，又说不定有些没翻，已翻或尚未翻的这些印度梵本又去了哪儿？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哈。我想学者都会去思考这个问题，期待未来是考古学家可以找出来。因为现在找出了一些残卷，当然不是玄奘大师的，也不是觉音论师的，但是遍布在印度，包括今天阿富汗、伊朗、伊拉克都可能，包括新疆都可以找到一些残卷，或者有时会幸运的找到一些完整的。所以同样的，当觉音汇集了多本古注，然后编译成单一巴利语的注释，所以他手上看的古注是非常多的。这些古本啊，其实在觉音的注释里面他常常会提到，他说有一些呢是古注释书古人说的，这些说法我下一次也会稍微点一些给大家看。其实在婆沙在俱舍论中都有出现，就会提到引到古人。那婆沙里面常常会提到某一些论师，我们知道有部四大论师，某一些论师的说法他引进去，但是有很多复说复说复次复次，不是哦，他不是四大论师哦，就表示也是前人古人所说的。所以不要以为只有巴利有这些古注，婆沙里面非常多，瑜伽师地论非常多，我看诚实论也会引，大智度论也千万别忽略了它啊，它里面就引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啊，是我们今天谈这一个世纪是我们的会议，也是我们的这个福报，也是我们的因缘，碰在一起的时候可以跳脱出一些更后期的东西，寻找出更早期的定义。在我上一讲中大家有跟他提到这些文献，我下一次也会引一些给大家看。好，觉音在四部的各注释书的序文中都安置了以下这段相同的文字。好，再说明注释书的来源是源自五百阿罗汉的结集。好，这里就进入了一个重点了，要讲解注释文献的来源，它的由来，它是怎么来的。刚才我们说这些都要经过人为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好，初有五百自在所结集，及其后结集之注释，自在摩诃麻辛德麻西陀即来僧伽罗指导，即来就迟来。禅宫有个弟子就是基因法师，基因啊，这个不是那个染色体基因啊，这个基是持有。我们说禅宫给弟子名字也给了非常生僻又优雅的文字哈，这个基是持有的意思，持来僧伽罗就带到斯里兰卡来，为了导居者利益依利故，自立僧伽罗语。
我除彼生起罗夷，好，我就是换掉、除掉生起罗夷，啊，改为什么呢？改为相应圣典之理去，那显示呢没有瑕疵、没有过失的这个乐意之余。好，这边呢，波慧老师有一些文字叙述，这段文字是说，哀王阿苏卡就无忧王啊，阿苏卡，苏卡是忧啊，阿苏卡是无忧。在马来西亚有一种树啊，直直的，在基金禅林，当时我们种了一些，就是 Asoka Tree 哈、啊，就叫无忧树。那他儿子 Mahinda 把佛教呢传入了斯里兰卡的时候，为了锡兰岛民的利益哈、啊，把带来印度带来，就是其实讲印度就是阿凡提带来了，带来的这个三藏，注意啊，这里就提到他有经律论，那个时候已经有论藏了哈。啊有经藏、律藏，还有论藏，都把这三藏呢翻译成这个僧伽罗语。但是到觉音的时候呢，又把僧伽罗语呢译回巴利语啊。这边就是记载这个。那最初呢，有500自在所结集，这500自在呢，就是指阿罗汉了哈，就是指佛入灭第一次在王舍城七叶窟的500阿罗汉。然后呢，在这个后面提到呢，集其后结集，这个集其后结集呢，它这里说是指觉音之前的三次结集，其实在注释里面是指亚萨长老等，亚萨就是第二次结集，等呢就是第二包括第三，所以波慧老师这边直接写第三，在注释里面是指亚萨长老。而此无暇欲意之余，这个无暇欲意之余指的就巴利语。那注释呢是说什么？说是 Magadha Bhasa, Magadha 摩羯陀 Bhasa, Bahasa 马来语 Bahasa 就语言 Bhasa 就是摩羯陀国语。一般认为呢，觉音所引用的僧伽罗古注呢，在公元1世纪左右就已经完备。好，一般认为哈。觉音引用的僧伽罗古注，觉音引用，觉音是在什么时代的5世纪？所以呢，在他之前400年，就是4个世纪前哈，就已经完备了。之后似乎没有再增加。不过这些僧伽罗古注呢，今天全部啊是由觉音所编撰的注释书所取代。好，这一段文字呢，博慧老师的翻译哈，这一段呢，我配合一点注释跟大家讲解一下。这段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谈到它的由来。这边我标题就称它为巴利语、圣典语跟摩羯陀国语的关系。这一段话呢，有10多个颂，如果我没记错，长部、中部、相应部、增值部不完全一致。我记得有2部的颂一致，又另外2部的颂多了2、3个颂。好，最早一般呢，因为在排序上，巴利佛教呢是分别说不体系，是长部排在前面的，不像我们现在研究的人会把相应部排在前面，中部，然后再增值部或者长部，再到增值部啊。巴利佛教是长部排在前面的。那这一段话，博慧老师引述的这一段呢，出游500自在所结集呢，是在13和16颂里面的第5跟第6颂。他说，最初就是指这些刮胡，就是注释书本身的自我解说哈。他说，最初呢，阿底多就从最初呢，就是第一次，指的就是第一次结集。被500自在者，为什么称他自在者呢？为什么称他这个是瓦西萨呢？瓦西萨他呢，是因为是指自在，是指那些都是有具有6通、6种神通，还有在诸多种世界无色界禅中啊，都无自在，就是转向自在、入定自在、住定自在、出定自在、审查自在。这种五自在的这个长老，像玛哈嘎沙巴、大迦叶等500位，就是指阿罗汉所结集。所以这个最初就指大迦叶所主持的500级阿罗汉的第一次结集，以及什么呢？水后结集的译注。水后结集，这水后结集呢，注释里面是就是亚萨长老啊，亚萨特拉。亚萨呢，其实就是第二次结集的代表人物。第一次结集代表人物呢，就是玛哈嘎沙巴。
第二次节级代表人物呢就是亚萨，所以他就举亚萨作为名字作为代表。你看注释里面这边就指大假设做代表，以人物代表第一次节级，以第二个亚萨为代表第二次节级，但是他后面加一个等呢，就是不止第二次，也就表示水后还有亚萨等水后。所以博慧老师这边呢就会跟大家说他是什么呢，这就是第一次跟第二次跟第三次的节级。再来被自在者这边把这个马辛达阿育王的儿子，他也称他为自在者。自在者这边是不是形容他是阿罗汉，是不是佛教学者都一致也认可马辛达是阿罗汉呢，我就不是那么确定了。但是马哈卡夏巴肯定五百阿罗汉等都是大自在者，都是阿罗汉。但是呢这个呢就有一点类似婆沙也称他的边界有五百阿罗汉、所以这个就有一种恭诚恭敬一种赞叹用词吧。这个大家可能会听到有不同的说辞，有一些不一定认可，但有一些人说在信仰上呢说他也是阿罗汉。好，马哈马辛达就阿育王的儿子、从阎浮提江布迪巴带来。江布迪巴就是印度，这个才是印度真正印度人，特别是恒河流域一带，从四维陀奥义书到沙门所留下的文献，在东印度自称自己这个地方叫江布迪巴。江布迪巴你如果今天查佛学字典告诉你就是印度大陆，印度就是我们说的阎浮提，就是占布提州，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北俱卢州，南占布州。南就占布州，占布地，占布提州，占布地吧。占布其实马来西亚印尼人非常熟悉，是一种水果叫莲雾，台湾叫莲雾，占布是一种水果，早期叫水翁。迪巴就是岛，阎浮提阎浮州，所以这个是印度人形容。所以有一些学生跟我说哎，这个形容太贴切，我今天一看印度，印度就是一个什么呢，我看印度啊就是一个莲雾，你看像不像这个就是一颗莲雾水翁整个大水翁。但是印度人不是因为它形状而是占布迪巴，从印度大陆带到斯里兰卡狮子国啊，带到狮子国啊，僧伽罗辛哈拉就狮子，为了岛上居民的利益被设立为僧伽罗语，辛哈拉僧伽罗语就辛哈拉，辛哈拉巴沙巴哈沙，马来西亚印尼人应该听得懂巴哈沙是语言僧伽辛哈拉的巴哈沙就是西兰当时的狮子国语。那在第八颂呢，其后我已除我已除僧伽罗语辛哈拉巴沙，我已除掉这辛哈拉巴沙，然后相应丹提可以翻成传统和经典的理趣，相应这个传统经典的理趣这方法这个宗旨。好，注释里面就说这个理趣呢是指什么呢，那也是理趣方法，这是 Pali Gadiya， 这边特别注释 Pali 才是出现了，是圣典水顺圣典行，还有呢 Pali Bahasa 水顺圣典的语言。所以这边觉英在注的时候，他在四部注的一开头都会有这个寄送，这边也就是今天南传佛教很多人会说 Pali 就是摩揭陀国语，就是根据觉英的这一段话来了。他说这个呢把它除掉僧伽罗语，这个除掉的时候很值得注意，在注释书说是除掉像蛇的皮外套，蛇除掉那个外套转成就会不会另一层意思，说我没有改变它的内容只是改掉那个外壳外套，然后呢转成奉行巴利圣典语。所以巴利的原来意思并不是我们今天翻成巴利这个字，帕里这个意思，帕里是指圣典，它的注释也是对应丹体，对应这个传统的经典所以呢这个是圣典，所以在翻译上呢博慧老师直接就说这个就是巴利语。所以
如果你要了解巴利，就是指三藏圣典，它是还原到它原来圣典的语言，所以遵循圣典与水顺圣典行，来显示没有过失、没有瑕疵、没有缺点的越狱仪。所以注释里面就进一步告诉你，越狱仪就是 Magadabhasa 摩揭陀国语。这个就是我说，今天如果大家会听到很多人说学巴利语，它就是摩揭陀国语。摩揭陀国语就是佛陀的语言，一幅佛陀的故乡，这样子一个推论哈。当然，如果你今天拿到一个现代近代人巴利学者、语言学家编的巴利语的手册，或者一些教导的书，会告诉你多少，它前面会告诉巴利语实际是阿凡提、优产那或者是三起这一代的语言，它跟摩揭陀国玛嘎达这个地方的语言是不一样的。啊，他会告诉你这是两种有关系但不一样啊，不是同一个，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不一不异的语言。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呢？当然已经很多人做过这方考察，我简单的跟大家点出一些重点哈。因为在玛嘎达这个地方，阿育王当年种了很多石柱法刺哈，然后呢，这些石柱上面都会用当地的语言写在上面，写一些法语。那在玛嘎达这一带找到的石柱上面写的摩揭陀国语，因为今天摩揭陀国语我们没办法对证，但是这个石柱上的法语是就是圣存的摩揭陀国语，上面写的摩揭陀国语，它引述的是一部经，这部经今天是很有名的，我记得是中部经的一段话哈。那这一段话呢，对照于今天巴利圣典的巴利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这个是考古学家非常有力的证明。你可以发现，你还用巴利去读，你还是可以读得懂一点。就好像我前一阵子在读这个甘达拉，还有呢就是丘兹国鸠摩罗什故乡的一些产卷的时候，我发现一些语言啊，比如说 jana， 巴利 jhana 长音 jana。可是在这个丘兹国语里面是加纳，那个 hash 去掉，但你还是可以猜得到这个长音短音，或者有 hash 音无 hash 音，有气音有无气音，就这些差别还是可以猜得到。所以这个是考古学上发现。另外一点，不是从考古学，是从语言学上去考察呢，发现巴利的确有保留很多摩揭陀国语的一些，像 Bhikkhu 的复数 Bhikkhave 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摩揭陀国语的一个语尾变化。好，这些我只是这边稍微点出它的差异性，但是在信仰上，在传统上，很多人会把巴利语跟摩揭陀视为完全一个，甚至正夸张说成它就是佛陀的语言呢，就是来自第八颂这句话来的，大家把它记起来啊，出处就是来自四部注释，四部注释全部都有这句话，那我对照发现都有啊，所以呢，这句话就是变成了注释书认可三藏的语言就是巴利语，就是摩揭陀国语，就是佛陀的故乡的语言，在传统上。所以呢，不能说巴利摩揭陀国完全没有关系，它是有关系，因为它来源从那边来，但是它应该还是有自己的特性哈。因为在语言学家方面告诉我们，它还是不太一样。如果今天你是有学巴利语的人，在教科本上，这个编辑书本的老师多少都会跟你解说到这一点。接下来我们再回来看，在公元六七世纪左右，由语言的时代变更啊，注释书一些呢语句呢变得呢晦涩难懂，因此江山代有才人出，这时候就出了一位叫法护论师 Acharya Dhammapala， Acharya 就阿舍离啊，清教师。像西藏啊，早期我在听西藏的长老在讲俱舍论的时候，他们也称 Acharya， 就世亲称阿舍离，世亲阿舍离，就是教导我们法义，教导我们禅修，教导我们戒律，教导我们的这教诲是清教师，就叫 Acharya， 泰国就叫阿强，阿强，阿强查，阿强肯，阿强旺，阿强曼，阿强。
达玛帕勒这里翻法护啊，你们看到以后中文也有人翻护法，达玛帕勒有人翻法护，有人翻护法。那为这些觉音的注释书做注，也就是所谓的 Dika 就是书啊，不会老是翻书抄哈、啊。不过现在慢慢逐渐比较统一，应该会称书 Anutika 才称抄啊，这个现在比较有这样分类了。不过这个是个人的习惯啊 ，Tika 啊，所以 Dhammapala 开始为 Buddhaghosa 写注释书，他的注释书就是第二层叫 Tika。不过因为也有部分现存小部的注释书是出自 Dhammapala 的手中，像 Dadagata、Adagata 啊 ，Teragata、Teragata 就是长老记，还有 Terigata 长老拟记。长老跟长老你呢，就音信子后面 Terra 的改变， Gata 就寄送，所以长老你寄送的注释书啊，感性与忧惨那 Udana Adagata 还有如是语注 Iti Udaga Adagata。 所以呢，法护论是兼注释又兼这个书，就注跟书两种它都有完成啊。所以他的身份呢比较特别，像觉音我们都称他是注释师，护法呢他的法护呢也是注释师，也是写书啊，注书师啊。其后呢有人呢为他的书啊又写注呢，叫做 Anutika， 这个我们叫抄啊。所以呢把注释书抄三种统称为注释文献，这个就它的由来。这个也就是在上一讲中啊，这个跟大家提到的这些文献啊，就是这几个啊，就是这一段。来，大家再简单的小结一下，觉音基本上就阿达卡德的编译者，然后呢照着达玛帕拉法护呢，他有写一部分译注啊，特别在小部，因为四部觉音已经完成，小部反正觉音没做啊，所以呢这个部分就由法护来代替，然后他自己又为觉音的四部写注，还有清净道论写注，所以他是书师，这是注师，这是书师，可以怎么分，大致上讲分了啊。好，在这边波慧老师呢他有提到，为什么刚才说波慧老师说是其后的结集，他称为三次结集呢，这边他跟你们介绍了，第一次结集是佛入灭三个月后的王舍城结集，那代表人物就是玛哈卡夏巴大迦舍主持人。第二次结集是佛入灭100年后在毗舍里瓦萨里的700结集，主持人就是亚萨。所以觉音注里面他提到亚萨等，其实等可能就包括公元前250年左右有阿育王召集在华士城的第三次结集。那基本上呢，在部派还没分化之前，大家共同提到的结集其实只有两个，就第一次跟第二次结集，第三次结集可能是分别说部自己的结集，比较有进入，因为他是这个目犍连子弟虚所召集的，所以是比较属于分别说部的结集了。那这时候呢各个部派已经分化，别的部派未必的长老们会参与第二次结集。那第四次结集呢就是指什么呢，就是指公元前29年，就今天在斯里兰卡马塔勒附近的阿洛卡维哈勒光明寺，用什么辛哈勒僧伽罗语字母拼写巴利。今天很多锡兰人在学习巴利就是用辛哈拉字母拼写的，像我自己我比较习惯的是罗马转写的字母来拼写的，就现在我们用的几乎是罗马。那泰国人用泰文来拼写巴利语，缅甸呢就是缅甸字呢文字来拼写这个巴利语。巴利是一种语言，它没有固定的文字。那在印度呢，果因卡老师他们这个内观研究所呢，出版了就用天成体 Devanagari 来拼写这个巴利三藏，所以 Devanagari 是一种文字。
那我们现在学梵文，很多用 Devanagari 来学梵文。那玄奘大师他用的不是这个 Devanagari，他用的是西梵文啊，我没记错。所以那个文字不太一样，字母不一样。所以第四十节集呢，就把这个用僧伽罗语拼写巴利，然后将历代口传的巴利三藏，还有注释文献开始写在棕榈叶上。这时候就是有名的这个叫贝叶经，贝叶的开始。那接下来呢，这个觉应啊，称为这个四十节集啊，这个就包括后面的三次节集，这个就是觉应所谓的之后的节集了。然后再接下来呢，第五次结集是公元1871年，在缅甸曼德勒就是早期的首都，后来迁到仰光，那最近又再迁到另外一个地方。那曼德勒是早期那个时候的首都，这第五次结集这个地方我有去参观过，也是仿契叶窟一个石洞，在一个石洞里面结集，那其实是人造的石洞了哈，加上一点人造啊，这地方我也去参观过。到了1954年到1956年呢，就是今天我们所常见到的第六次结集的版本，就是在仰光的。那时候首都已经迁到仰光了，这第六次结集。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巴利传承中的六次结集啊，后两次是在缅甸，然后第四次呢是在斯里兰卡，那第三次、第二次、第一次都在印度大陆。大家记得，这个就是六次结集的一个历史来源。好，再剩下时间跟大家进入到这个注释文献的特色啦。注释文献这边注意，它是以进入到文献的时候呢，注释书它其实是巴利，就是南传上座部的教义为出发点啊。这边就再次出现逐字逐句的注释哈。不要再对这个字要求太高的定义哈、啊，这是指顺着字句来翻注释的意思啊。好，这边要注意了，经不一定有部派色彩。如果今天第一次、第二次结集的经其实还没有进入部派时代，如果在文献断层的层次上来看的话，经不属于部派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经是具有部派的。因为它是一代代的传下来，所以在文献层上呢，在理性上，在历史上，我们可以说先有经，第一次、第二次结集完备之后，就有四部，就是阿含的完整。但是，一代代传下来，应该可以说，再从佛陀时代，佛陀本身都会对自己开示的经的一些名相、关键词做解释，就是注释的来源。就好像我们说阿毗达摩到底是不是佛说？其实，在中部经里面出现了几次，大家对佛陀的说法，佛陀的法就叫 Dhamma，对于这些 Dhamma 做解说就叫阿毗达摩，这个就最早期的阿毗达摩 Gatha 阿毗达摩 Gatha 啊，就是对阿毗达摩所说的做注释、做定义，这个就论说阿毗达摩论的来源，也可以在初级佛教圣典中都可以找到。菩萨说：“阿毗达摩起源于谁？起源于佛陀。巴利佛教也说起源于佛陀。同样的，注释也会说起源于佛陀，是因为佛陀本身就有注释书的风格，他也有阿毗达摩的风格。他本身对自己的字义做解释，就是注释的来源。当然，今天我们看到的经已经是有部派特色的，这个我们后面会说明的。”那文献呢？这边肯定要注意，它是以巴利上座部。同样的，如果你看婆沙，婆沙严格说，它不属于纯注释书的这个论点，但是它里面的确有很多注释，包括大智度论，包括瑜伽师地论，都有这样的特性哈。其实反而像那个法蕴足论、集门足论，反而还接近一点早期的注释的味道。像巴利就分别论、法集论，还有一点关键字出来，他就做解说。其实我有注意到这一点，如果大家也稍微注意早期巴利的七论，像分别论，那对照的话，说一句我部的法蕴足论，法蕴足是 Dhammaskanda 这个它的架构啊，其实就是本母 Madhika，就是有关于啊蕴、处、界、缘起、道品。
远近处界根地缘起道品，这一些的架构，也就是今天一般现代学者可能推论的更精细一点，第一次结集的相应修多罗的本母。这个本母很特别，我也去注意到它一直流传到了大乘佛教之后，我相信在初级大乘佛教都不敢忘失。为什么我们可以知道不敢忘失啊？我们看般若经，大部分般若这么庞大啊，大般若经那么庞大，般若心经是它的核心，可以说是更是言简意赅了哈。它的要义核心啊的地方啊，你看般若心经核心点出啊，就是蕴处界根地缘起。你看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眼耳鼻舌身身意，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苦集灭道，无无明乃至无无明，乃至无因缘起色缘起。所以你看，全部就是本母这个部分，这个很值得我们注意的。虽然传到不同的学派们之间有一些不同，各有它的差异点，也有它的共同点，本母这个共同点不敢忘失啊，是很值得我们一再重视的。那进入文献呢，注释文献的时候，它一定有自己部派特色了，这个就是上座部啊，八力的分别说部，乃至说得更精准一点，应该说它是大师派。为什么我们可以知道呢？因为它里面会提到五位三派，斯里兰卡当时有大师派，还有五位三派，还有一个更小的叫奇托林派。五位三派呢，解脱道论呢，现在学者比较推论它是在五位三派的，清净道论呢是大师派的，在八力注释里面不时会点出五位三派的一些观点，所以我说它不单只能说是八力南传上座部了哈，更精准一点应该说是大师派的这个特色，它是上座部佛教解经的重要依据。今天特别是南传学习，南传的一些长老的居士们在讲经或者了解经典的时候都会看注释书，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解读经典。还有呢，主要的特色有语会释义，义理阐发，还提供背景缘起及故事三个方面。然后呢，现在呢，他说我就以一切漏经注和一切漏经为例，提出这个三个特色。第一个呢，所以语会释义啊，是所有的注文对其所注的经文啊，所有的注文对经文都提供大篇幅的语会释义，不论是浅显的或者深奥隐晦的单字语词，都一一加注说明。那学界，这学界呢，就是学术界啊，普遍认为这一个部分是属于注释书的古城，保存了佛法相当古老的部分。这个古老的部分可以推溯到往上推溯到部派分化之前，甚至第一次结集的时候，跟佛陀的原始佛教息息相关。是研究原始佛法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好，他这边就引了这个温中坤老师还有庄国斌老师啊，这两位老师现在都在法古文理学院执教，他们这两位啊，也可以说那我们现在在台湾研究巴利佛教这方面呢、比较代表性的两位老师。那以温中坤老师呢的注释主要有两个特色，就义理说明。他说温中坤解释呢，注释有两个特色，义理的说明，文法的解析。在广窥八力文献特色这篇文章里面提到。另外呢，庄国斌老师呢，他一篇文章2006年这篇文章指出呢，注释书的功用啊，有解释专有名相、语词的释义，还提供额外的资讯，也举了这个实例说明注释书以好奇的教育来解释前期的经典。此外呢，还稍稍探讨注释书中有争议性的解释。这种手法啊，其实不止巴利佛教啊，印度的注释书大概都有这种特色。我前阵子在
我们在网上开这个佛随念的时候，我也提供巴利的注释，还有梵文，还有大智度论给学员们参考。比如说我们举阿拉罕就可以看得出来，各个注释书共同点呢，其实应该就是印供。印供应该是最古老，因为阿拉罕阿哈拉达阿拉哈达这个字就有恭敬之的供养，是最早的。过后呢，以相似因相似之意而开展，这巴利佛教提到五种定义，大智度提到三种。那瑜伽实际论的梵文跟玄奘的翻译的汉文扣紧，大概都在印供因这个字，应该的因。所以这边就可以看得出，对于专有名相、语词释义这些，其实在别的部派一样都有。那额外的资讯有时候提到当地的一些历史，乃至呢引用一些本生谈。我记得大概在90年初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们有几位比丘一起探讨不同的律藏，我是负责摩诃僧起律的，另外五位比丘是负责五分律、四分律、根有律还有南传通典律，我们六位比丘一起探讨六个版本。我非常印象深刻，凡是摩诃僧举例谈到任何一条波罗提木叉的时候，一定会提到额外资讯给我们，就是一定会提到本生塔的故事给我们，这些是在其他版本中没有的，这些就叫额外资讯。同样的，巴利注释里面有时会提到一些本生故事啊，或者引一些传说的故事，里面就有很多传说，这个地方就会出现一个字 Kila。 Kila 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呢，是很值得我们注意了啊。这个我们后面就会提到了，这个跟这个俱舍论啊，常常提到事情对于说一些有部的一些传说，它就会称它为这个阿虎或者阿哈。这个玄奘大师就翻成传说，其实是说的意思。这种阿虎阿哈 Kila 在巴利注释里面也是常出现的，这个我也会在下一堂课引给各位看。好，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提到相应部注释书的一些内容会出现在汉尼扎罕这边，博慧老师引用是温中坤老师的2006年巴利注释书的古城，就扎罕经以相应部注于句交汇的几个例子，我有看过这个内容。那它里面有提到一些，像最有名的就是虚师魔经啊，虚神经。因为今天提到虚神经，除了相应部、扎罕还有摩诃僧曲律，这是三个经律中最古老的文献。那再根据诚实论、婆萨、瑜伽实际论、巴利注释，这些都会归在注释文献里面来看的话呢，他们之间可以比较肯定一点，根据摩诃僧曲律跟巴利还有大智度论的注释书啊，虽然惨卷刚好这一段有注解到，可以看得出呢，就是尊中坤老师这边提到，其实巴利的注释书的定义对于慧解脱认为可能没有禅定，这种说法居然跑到杂含经里面去了，所以就认为说呢，杂含经所引述的东西可能含藏的注释书在里面，所以他认为呢，我们不能将阿含圣典和注释书传统截然划分，认为前者一定早于后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杂含跟巴利的相应部、中部等不等同是第一次、第二次结集的原貌，这点我们一定要谨记在心中。今天都是背诵的，在2000多年后呢，这个在下一堂课我也会跟大家点出，比如说单单念住经中的法念住的部分，到底真正的古城是哪一些？你不能只引这个长部大念住经、中部念住经就认为它一定是古。对照中阿含、对照真阿含、再对照阿毗达摩藏，你就可以找到它一些古城。其实法念住啊，真正的古城啊，最关键是七觉支，然后再多一个就是五盖。但是对照巴利本啊，它就多了这个五曲院、内外六处和四圣地。那这些呢，在下一堂课我会跟大家剖析这个部分。这个部分是因为波慧老师啊，在这边已经有点到了这些资料，所以我会引述给大家看。
好，今天我们就先上到这里，那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这个语会释义。因为这一段太重要了，所以我会稍微细讲一点，有一些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看得懂呢，我就会比较简略的带过，点出重点，但是这一段真的太重要，所以我会细说，包括下一堂都还会再继续的细说。好，我们今天课就到这里，那我们接着做回向。好，请大家合掌，大家可以一起念，念完之后三层的沙都把功德大家一起分享，也回向给所有的众生。愿持功德种善根，累世愿亲同沾恩，有时解脱诸苦恼，共证菩提度有情。沙都，沙都，沙都。